喂，对，我就是。你好，你好。对，下礼拜一再来搬就可以了。我们家红色那个有贴标签的，你们要过来搬哦。对，麻烦你们。不用不用，那个。不用不用，那个我们要留在这边，对，不用搬了。对对对。你们那费用怎么算啊？对，下礼拜一过来搬就可以了。对，麻烦你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我回来了，好香哦，是炒空心菜。对啊，这是你爸的最爱。好了，你把东西放一放，然后去洗个手，准备吃饭了。好。好像坏了，哎呦，怎么这么亮？真的不亮了耶！你们不是刚换没多久吗？对啊，好奇怪哦。我想一下，灯泡吧。你记得灯泡放哪吗？我也想不起来，我先去关火，等下再处理。小心哦，不要掉下来了。好小心！奇怪，怎么这么生气了？没错啊，七号。可是之前爸爸都装了上去。没办法，这钱都是你爸在还的。好了啦，终于亮了。小心哦。你小心点，我可以的。哎呦，你分两次嘛，哎呀，没关系啦。这好危险的。妈，我们今年来摆圣诞树好不好？哎呦，这个是不旧了，你看，还有灰尘。
行，疯死了，丢掉。不要啦，我想要留着，拜托。哎呦，不要啦，丢掉了。留着啦。嗯，你很麻烦哎、欸。这个玩具你还要吗？当然要啊！你都这么大了，留着嘛。哦、我从来没看过你拿出来玩啊。可是这是爸爸送的玩具哎、欸。嗯，好了好了。爸爸送的还乱丢。好久都找不到，那是什么啊？来，你看就知道。嗯。嗯，这是在哪？这是啊，你小时候啊，我们全家一起去动物园的时候拍的。嗯。嗯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你小时候啊，看，好可爱。啊，对，我刚刚还看到一个东西。这是你的椰蛋袜。你小时候啊，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椰蛋老公公，他会从烟囱爬下来，送给乖的小朋友礼物。然后呢，你就会把这个挂在墙上，期待你会收到礼物。我小时候哪有那么笨啊？哪没有啊？还不是爸爸疼你，他怕你没收到礼物，心里会伤心。所以每次都趁你睡熟的时候偷偷放进去。嗯，我问你哦，嗯，你以前是不是很讨厌爸爸抽烟？对啊，讨厌死了，叫他不要抽了他也不听。唉，希望他在天上过得很好。我告诉你一个我和爸爸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他以前因为很怕你把他的烟丢掉，所以会把烟偷偷的放在我的圣诞袜里面。真的假的啊？你爸那么坏啊？所以你这个椰蛋袜里面都装满他的烟哦？没有啦，他也有送一些别的礼物给我。嗯。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收到礼物。这么晚了，喝点热的。嗯。这些读完就赶快睡吧。嗯，最后一题了。嗯，早点睡啊。晚安。晚安。
小琪啊，嗯，你为什么身上会有烟味啊？小琪啊，嗯，怎么不说话呢？没有啦，就。我们等一下去看爸爸，好不好？看，还可以，我不喜欢。常常在楼下。